那我们警察单位要负责一些防疫工作，那平常一些口罩那还有防护衣使用的量也相当高。那我们妇女会的理事长也是我们的陈议员，有感于我们一些物资的需求，所以特地在今天捐赠我们分级口罩，还有消毒用的酒精，还有防护衣。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理事长及我们就是我们议员对我们警察的一个支持。那我们警察会在以防疫的工作再全心来投入，那一起来做好防疫的工作。在这边哦，呼吁我们的乡亲一定要配合我们的政府的政策，如果不要群聚，那也不要在一起在打牌，因为目前哦打牌这个其这个感染链也传染得相当严重。那我们警察会投入这边来取缔哦群聚打牌喝酒的。那另外一些哦未戴口罩的，我们也会来查查，那函给相关单位来查。我在这边再呼吁各位乡亲一定要配合政府的政策，一起来防疫。防疫工作我加一哈，所以我就区域分局啦哈，还有各个单位，一共有十几个单位，全部都有，一共加起来哈，本来是18500个，结果今天又因为东西放在这里，所以我又加了现场又加了1500个，所以一共有20000个口罩，300个防护衣，还有600cc 的这个是酒精啊，所以在这里真的说把握一日的付出，一日的菩萨，所以把牺牲当作是享受，因为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都很快乐，而且活得很有意义。所以人在做天在看，也听说也要再来关，所以各个社团听到说我们七湖镇妇女会在做这一份工作，所以都会结合 这些社区社团，有很多社团也都出来在做了，所以大粒石头也就小粒来捡，希望大家社团来看一下，来，好，发一张。